哇塞，果然夏天就会瘦一点。大家好，今天是久违的年终量体重，然后上次量是1月10号，今天是6月2号，就过了大概快半年。对，然后今天最主要就是要看阿玛他有没有再变瘦，因为阿玛就是医生有说不能让他再变瘦。主要看这几只红色的有没有继续在变重啊？主要看这几只有没有变重，然后看阿玛有没有在变瘦。然后招娣上次是持平。我们来量体重，我们今天的体重的地板比较不一样哦。你看我们地板也没有不一样，就是把那个地毯拿起来，因为量才是在地毯上量。好，我的体重是82.2。好，那接下来就开始量各猫咪喽。三角，要在睡觉哎。它早就醒了。你好胖哦、喔！他这几个月来吃真的是没有吃的少。你看，肚子超圆的，够美的。我们去外面，三角上次是5.9，上次就是变重了。我们来看看这次几公斤，多少？88.85，88.85，6.6哦！哇塞，哇，6.65，太重了、喔。可是，以三角糖尿病来说，变重是。是好事，好多过于坏。我觉得，但我觉得有点太多了，你这吃的有点太猖狂了。代表他有控制住高血糖，多睡一点，少吃一点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有点太多、喔，0.75，快1公斤哎、欸。哇，很多哎、欸。要控制一下。刚好柚子出来了，那就来。柚子上次是5.95，上次也是变重了，87.9，5.7，变瘦一点点，其实是好的，对，他就是有克制住了，然后他这个是他平常最喜欢我帮他拍屁屁的姿势，好可爱啊，你看他就这样子，你变瘦了，你这个是算是保持的好，不错不错，不要过胖，所以是瘦了0.25。好，来下一位，下一位就找小花，小花刚好出来了，小花上次是6.75，对，小花上次是6.75，阿玛也出来了，等一下再，好，小花先，知道我要靠近他就远，我要假装离开，太怕我，对啊，对，他在里面。它很巨大哦！你好大哦！88.8，6.6，变瘦一点嘞！果然夏天就会瘦一点。六点，有运动哦。这样瘦了0.15，再来是招娣。我觉得没什么变，我觉得它变瘦哎。是吗？87.45，5.25，瘦了一点点而已，瘦了0.1，5.25，你要回去对不对？走，你看我带他回去，走，兄弟，柚子也跟着去哦，还有 ，Focus 上次是4.5，是胖的，86.6。4.4，先让他回去。4.4，瘦0.1，其实没什么变。好，上次4.5，你看他肚子，白白的。肚子，好了，他想回去了，让他先回去吧。他没想回去啊，在我脚上好好的。他一直那不是他呢？有啊，他刚有。是招娣。他刚刚有一下，没有，他有有啊。这么大声才有。就没有，刚刚有这个声音。刚刚没有吧？录影回放一下。刚刚就有了，白白的。好了，你让他回去了。没什么变化。很好很好，好收收，要不要给他看看阿玛？他很久没看到阿玛了，他有想看阿玛吗？阿玛，收收，他没有大叫啊，是好的开始。佳佳，其实也跟招娣一样就是那种一点点误差，减龄也是，你看他们全部瘦了，就三角要注意。好，接下来晚肠。晚肠上次4.6，但晚肠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体重直优升，86.85，
4.65，跟他一模一样哎，完全完全没变，一模一样哎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？嗯，4.6，哎，所以他是要用白色的，嗯，完全没有变，保持的超级好哎。但上次招弟也是这样子啊，这次是换人了，换猫了，露露跟阿玛，那我们先露露好了，好，露露，你先去，88.7，88.7，这样多好。哦，6.5，啊，露露你变胖了，露露你真的是有够可爱啊，露露，这个肚子，露露6.5，好可爱，好痛，露露超可爱，回家喽，露露6.5胖了要减肥了，好可爱，好啦，他不想用你脸靠近他，不是你不要伸爪子，回家，我脸要被打烂。所以这样胖了0.5哎，嗯，0.6，哎，一只胖0.75，一只胖0.6，这真的是很多哎。我们现在有3只破6公斤，小花、露露跟三角。妈，你是不是瘦了？你看这个肉，你觉得它有瘦吗？嗯，来，团肉，摇晃你，抱起来看看，你看，有没有？好像水一样。把它抱起来。我来。量体重，嗯，很棒。一月的时候7公斤，88.7，应该瘦了，6.5哦，哇，欸，瘦了0.5哎。瘦蛮多的，阿妈，我觉得还是瘦了有点快，应该帮他回去他原本的位置。好，你回去原本的位置。这是之前那个林子轩医师教我们了，你把猫咪从哪里抱起来，要把它抱回去原本的位置，它才不会那么不爽。好，回原本的位置。来，回去，来，下来。来，好，你要走就可以走了。他没有要坐这里，瘦了0.5，就是瘦哎，这个应该是还在可接受范围。如果我们年底再量一次，他再瘦更多的话，可能就要注意了。因为上次回诊，医生是觉得还好。其实我们这3只老猫都要再观察了。回诊，我觉得这边几只都还好，就是这个都瘦比较少，有没有？啊，这边的是瘦的多，胖的也多，这几只。其实都是老猫，对老猫问题真的会比较多。老猫的体重都有点难控。好，那就是这一次的年终量体重啦，然后老猫主要多注意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。好，在装潢这个家之前就已经有小孩子跟猫两个同时要考虑进去。我们两个小朋友都会睡这边，猫咪也会进来这边睡。